像我有经验在做商业，他是新加坡人，他不过是中文，他有些客户需要我帮他再做点东西，对，那像我的话，很多华人朋友对这儿不熟，所以没敢去。Davos 大概是两年前吧，一个半独立的房子啊，可以这么跟你讲，半独立的房子多少钱？你能拿到40万，哦，35万到40万，你说这价，而且很可能前面被出售了，就是你要自交到那个停车位，给停马路上，你看你交一个月多少钱？还能停六车，破房5、60、70、80年甚至100年，这种房子30万谁要？就是随着对方的康总，这边是样接，样接一个800尺的康总，能说700块钱一尺吗？不便宜了。普通里边700块钱一尺很便宜了，750个5、6万，800尺，人家的 semi 是多少？起码1200尺，还有花园啊，还有私家花园，我算没车到，6万。parking 多少钱呢？康总5万。你的关税多少？我就不用说了，这钱加起来值吗？60万，这能不值？一个住在这儿，那么人家大家就想啊，咱人聪明啊，我想啊，哎呀，这个我买这个60万，我跟你一一去抢，抢完你要抢着，能不拿这儿？现在是多少钱了？现在你稍微好一点了，50万。就这一两年的时间涨了10万，甚至还在涨。这个地区都已经出现了100万的房子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花园。您觉得投资风险大吗？这次的单子还是有，还是有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动下来要做什么？对吧？对吧？一个房子你买一个破房子出来，可以买到最便宜的，有这个情况是吗？当然现在一抢抢了40万，40万没关系。那多少是多少呢？哦，前八，大家听了可能都想笑，20。就这种房子，建出来以后你定在80万，赚钱绝对赚10万。建多少钱？建的话你这么算，你按照最惨的一种方法建，150到200块钱一尺。你这种房子大概也就建3000尺到3500尺，因为它是在地基的基础上，有保护基础的啊，它有保留地基，在往上建，你大概的建筑费用大概是20万左右，到30万，你就到30万，40万，中间出手有20万，应该在，它是毛算的，它你要是想省钱的话，你这边可以卡掉点，这边可以砍掉点，可以赚钱。它可以改成2个3米。不行，太窄，它只有20。那往往我们不建议客人买20，只是极端的例子啊。一般我建议客人买30。那你现在就是单手的是不是应该是应该大一点？不要过 Costway。那你最好不要再过500。500。不要过。刚才回答这个朋友问的问题啊，生地熟地哈，生地值得买吗？绝对值得买，而且不贵。可是呢，现在围绕多伦多已经很坑，已经够呛了。一个生地啊，已经很贵了。而且多伦多其实也没生地。现在在抢什么呢？在抢北边了，北部了。北部要注意一点啊，很多人觉得，但是我这是一家之见不一定对的啊。咱说这是没买卖。沿着 Nation Mall， 沿着 Elgin Mall， 甚至到了石榴街。大家注意一个现象，美国人身边他已经挺高了，走弱了。注意啊，为什么这边大家知道不让发展？为什么？要留一个限制区。你说一下好了。他说的这个东西，就是英国时代留下来的东西。这个时代留下来的东西是买房子。我天天来回，我活不了了已经。天天油钱都受不了，而且回家一回家想睡觉，回家还睡不了，孩子一吵他也睡不着，就想买房子。当然这是对工薪族，有些投资的人，有些国内从来的人投资移民呢，他住的时候他住得很安稳，他还喜欢住着。可是对于工薪族的人，他不应该有回头。刚才很多人说，哎，你知道犹太人在买房子吗？我说知道犹太人买房子。现在多伦多什么趋势？白人在建房子，中国人在买房子。这个趋势如果能把它扭转过来，中国人是真正赚钱。一个土地从生地开始，我说的很快啊，因为我只有半小时，不好意思。从生地到熟地，这是第一个阶段最赚钱的阶段。如果你能投资到一个生地到熟地这个阶段，买生地到熟地，当然很多人没有这么大资金。从熟地开始画图纸都可以做了，开始开建屋，这是第二阶段。从建屋开始再卖给所谓的叫 VIP， 很多人讲，哎呀，我这就是 VIP， 我是经纪啊，我不怕人家开砖给我，在座有没有经纪？地产经纪有没有？好好。
如果他是地产经纪，他应该明白所谓的 VIP， 如果你懂行的话，所谓的 VIP 已经是被人剥削了多少遍的东西。那么等到 VIP 在卖的最后一家人的时候，当然他会倒几次手，那是以后涨的事情，这已经是你到的这个产业链的最末端了。举个例子 ，Madison Condo， Madison Condo 的 Young Agent， 它大概是一个两卧室的，起码得到700块钱一室，刚开始 VIP 的 VIP 价钱。你知道内部价是多少钱吗？你如果认识开发商的话，内部价700块钱一室，450，肯定永远来忘，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，大概不到20人，这才是 VIP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才是 VIP。你拿到的这个 VIP， 也不是真正的 VIP。700块钱现在已经涨到750，很可能涨到800。那么康总值不值得投资？谁对康总投资感兴趣？举个例子，举个手。都没人感兴趣，我就不说了。无所谓，你说。康总。